许巍《曾经的你》这个版本是演唱会现场版，特别的潇洒经典。前奏右手的节奏型非常有层次感啊，第一个下扫所有琴弦都扫下，从和弦根音开始啊，然后接下来的五个下扫呢，只要拨片扫四五六弦或者是五六弦就可以，拨片轻轻的点亮点几下啊，下下下下下啊，最后一拍前八后十六，下下下。前奏的和弦顺序呢也打在了下方啊，我们练一下 F 和弦，下点点点点点，下下上 C， 下 F。主歌的扫弦节奏就比较简单，就是我们四四拍的万能摇滚节奏型，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，像许巍、家驹大部分的歌曲都是这个节奏型。好，结合着谱子跟我一起练。Oh, this